想跟那些人走读哈、啊，结果他们就拿了那个照片啊，图像啊，就给左九间左马太郎看，结果左九间呢、啊，好兴奋，他就跟侍卫讲：“你给我斟酒，大家排成一排呀、啊，举杯欢呼，万岁，阖家欢乐。”合欢山就这样子来的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很丢脸呢。天空很美哦，超美的啦，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天空啊？
我就跟各位分享。老板说有入境才有假休哦，要不要回去扣假哦？好，我们回头看一下，欢迎光临上优农园。上，我爸爸的名字叫马上，优，我妈妈的名字叫优喜，所以这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念叫马上优喜。所以我全部集中了，我再来合照。好，这个翡翠谷金宝啊，可以了，那就从这儿拍了。喂，我背后的你不去啊？你不到前面去啊？老板说要入境才有钱拿。那就老板就不用来了，老板不用来了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耶 ，OK。他那个身材啊，比那只熊还要大。所以那个熊看到他就跑掉了，那效果。我爸爸他们生十个小孩啊，没有一个吃奶粉长大的，全部都吸妈妈的奶。为什么妈妈的奶汁会那么多？因为我爸爸懂得跟动物学习，他每次在我妈妈生产完了以后就不见人影咯，结果一回来啊，就拿这个五节芒的心一捆一捆的带回家去，炒肉丝炖排骨给我妈妈吃。结果没有想到妈妈吃了以后啊，妈妈的奶汁多到跟牛一样，孩子根本吸不完的，会胀奶怎么办呢？只有爸爸自己处理掉了。所以我爸爸的脸蛋非常的漂亮哈。我们前面那三座水力发电厂全部移到高位，引水隧道本来在底下十米哦，现在呢在上方七米。有没有看到水泥在那儿？那个就是孙运璇先生盖的引水隧道，在里边，不是这个，在里边。这是灌溉用的，所以呢，有了十米加七米，十七米的落差。孙运璇先生在底下加盖了一个榕树发电厂，发完电的水呢，接到日本人既有的隧道里面去。所以，孙先生，那时候日本人在的时候，他灌溉吉安乡955公顷的土地。孙运璇先生。不但把发电厂给恢复供电了，在这个里边又加盖了四座水力发电厂，有一座全东南亚最大落差的龙涧发电厂在这里。这个发电厂，一个发电厂的总发电量哦，胜过花莲其他十座水力发电厂的总发电量。结果孙运璇先生把这个水摆在上方下去灌溉2550公顷的土地，三倍。所以孙先生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师哈，值得敬佩的工程师。那么好，你们要超越多用哦。太棒了哈，好的手牵手啊，回去就有了。好啊，前面有个大平台在那边等我。
你们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好，等一下你们就在，等一下我们要上去啊，上面尿尿尿给这边的人玩呢、啊，尿疗法 ，OK， 再来，我调整一下 ，OK， good， 水油加工哈、啊，55分离开这里啊，就在这边深呼吸啊，泡冷泉啊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往下去啊，如果不下去的，等一下跟着我上去。对，等一下回头，要回头。各位，等一下下去啊，面对瀑布深呼吸啊，把这边的负离子给吸回家去。好，可以了。那个要上去的，跟着德云上来。OK， 可以了。可以到下面去泡泡冷泉。好，你也上来。往前直走，不要左切。全团最勇敢的，全团就这两位勇士愿意上来直走。2、4、5位，我们这5位是最强的。来，三位看我一下，耶，站牢。来，1、2、4、油，好，非常棒，来 ，OK， good， 可以喽，棒哦 ，Hello， 是，来。站好，你们两个是兄弟是吧？跟兄弟一样哦，很像哦，都很帅哦。哇，好棒好棒，帅呆了。啊，这个美女最厉害了，唯一的女生太强了。你要跨过溪上去，对。
跟我打个招呼来。耶，室友，哇，帅友帅友，室友，你都没有去泡一下，你要泡一下。你们可以去第一街补拍个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比较湍急啊。上面是最好，上面有个深潭。对，上去啊，走这边，走这边上去120公尺，右转就到了。对，那边有个深潭，很深很深，那个大概有六米深。走了走了，我等最后的。吓我一团呢、啊！像我这几天都，哈哈哈哈，他们在玩你们的尿水。来，老板说要入境才有钱拿，老板已经讲过了，都要买，全部给我入境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好，赞。40岁都不到，才40几岁而已、啊。乱讲、啊，真的真的吗？真。
在台南呢、啊，一天到晚吃药，来我家药一颗都不用吃就好了。好了，等一下我请我太太出来，反正你们老乡啊。上了，你看看，拜拜拜拜。所以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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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瀑布目前很有名啊，但是今天水太大了。